是要考虑到先进人士哦。不敢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都是遗传史了吧？有啊，好，有啊，一试试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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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多少岁了？今年八七八的了。八七八岁，哦，身体也挺健康哦。身体，安尼啦，勉强。勉强，哈哈哈哈哈。然后，说的哈，徐老师都看蛮苦哈。过去东西国国老师退休哈。做公职以外哈，对于社区的服务了哈，关老人会也好，也。庙的重建然后管理方面吼非常多的经验吼，啊像利用的时间吼，就像徐老师哈，同你的分享吼，实在来讲不敢当啊，老人家哦岁数多了以后，其实老人家记性模糊的。免不了，免不了。还是讲对人生，对在后生时期，按年都一辈时代出世嘛，哈。哎，一辈时代出世。他们受要受日本教育，哈。日本教育还要，出个出到古典科五年。哦，五年嘛。这个中学五年。啊，古典科几多年？一班。古典科初中年。中年是毕业了，哈。哦，等于讲古典科毕业了，哈。非常的咁啊！當時嘅學歷是算真高嘅嚇。當時嘅青年哦，因為日本在台灣嘅日本咧殖民地啊，日本人冇希望台灣人讀太多嘅書啊，所以當時嘅日本時代嘅教育哦，初等教育嘅國民教育就分開啦。台湾人要读公学教，啊，日本人要读小学教。哦，要你分哈。要分。哦，啊，你太老夫是干嘛的？娘先生了公学教哈。太老夫当时了那个太老夫公学教。哦哦。是针对按台湾来生人读哈。哎，台湾生人。啊，日本来生人咪无多人读。有。有哈。当时的东日本时代。东西仅有三个小学，有三个小学，三个公学教了。本身呢，台湾人有错了，台湾人都还有太麻烦公学教，个东西公学教，还有社会上公学教。哦，有三个公学教。有三个公学教，啊，日本人就错了，东西小学教。有两个一点。东西就好教育，今年的话呢，东新国小，国小，老人会馆的对面啊。哦，都每一届，每一届，哎，每一功夫了也要改为中山国小。哦，啊，另外今年改为东新啊，东新嘿，哎，东新国小。啊，这几安尼分别，第二波的教育先生，也课本的个教材，那就分开了。有什么了？没讲了。可能你那个有那小学教材，哎，那都有那公学教材。是没讲是日本人，你只讲那个经验会讲是没日本官员。当时啊，日本时代是分开，这日本人几个有那个内地人，哦，内地人，按其他的有台湾人。朝鲜人，佮有另外教育方法，唔一样。佮可能像，因为一般都是以殖民地嘅观念同安观念，如果要讲啊，某人嘅教育某唔是学，佮偏重于佮问题方面，因为天生是某一部分接触介种啊。有安尼嘅，有安尼嘅情形啦。台湾人咯，佮侵略当时嘅时候。你听到我们台湾人说
较高的福教，较深的，较高级的。高级，原来都是办的学校。福教上哩吼，伊有进一步考虑。哦，功课毕业了是，而且高等科嘞。你本时代的时候，中等福教吼，才可话考真难啦。哦，真难哈。真难嘞。哦，这高等科是考试嘞。对，高等科是。东西进噶呐，一个东西国民学校，东西共学校有高等科啊。一年就，那一年多个时就就考一班，也就办来啦。一班贵个东西进，东西进。东西进，东西新车从浙江忙去哦，跑忙去，忙去。哦，噶呐一班就考40名个，四万几来中间。也得是有一个限制了，每半年都得读书。所以嗰边咯，中学教还是，一般是都系中等学教吼，很少。很少啊。中学噶呐，台中一中有一半多。哦，有一半多啊。空气分开，另外有师范、农工商。嗰种要专业嘅，学嘅专业嘛。这有托年嘛？按着等于讲，等他们符合高七七多多毕业的嘛，好多年就毕业。啊，今晚都日本时代，还是今晚算今晚非常去的哈。好，今晚非常就建设，今晚哎嘿，今晚日本就是发起的那个东亚建设的，中日事变前。哦，中日啊。这日本人我都讲吉纳事变，这又叫吉纳事变。哦，吉纳事变。哎，俺那边有我那个七，哎，七事变。哦，今晚你个地嘞，读书今晚。我今晚读书嘞。啊，读书嘞哈。啊，个，咱按嘞，今晚就修日本教育，按个日本教育个过程哈，以按以台湾人哈，你常对买对乜嘅感受心得同你嚟分享啊？天气要分别啦，要分别。像警察学校，本身人都系警察学校，同埋就人都警察学校。虽然学校中央统一嘅警察学校，我出来嘅时候，警察要分各种警察同一种。哦，我都按清楚啊。本身人我先。哦，这样吓。好诶。啊，太医咪冇咗啦，即係講咧，太医咪冇咗，咁做做即係做。當時嘅太医啊冇變，冇變冇變。即係講，如果你咩講啲太医以外，可能本關嘅業務咪冇咗，哦，一般人可能關嘅業務按台灣人講。台灣人話大部分做農嘅多。做，啊！即係講做講要讀書，要多其他人講，可能關嘅業務冇咗咧，哦。咁有錢嘅冇。咁樣冇啲啦，即係講要分別學習做下經營。因为我八月考，哦，一八月考有考，啊，有做冇？有做过？有考到，我讲没做，没几多啊，没几多块工，啊，就没多啊。我讲当时都报，报纸，哦，点样你做？点样你做？哦，我哋问下嘛。我讲是香港，都冇我做日本人嘅咯，所以佢还要修，还要继续啦，好，还低啦，有冇冇啊？还几百分之啊？哦，人家工作过保健，就说嘛，当时就有两万个地方人士哈。那工个做保健做有印象去年，印象去年。啊，你这还在多，真多对于他们部的过去的事情真了解。虽然讲人家工，你当平时人家工作，他妈我接触真多啊。他妈利用那时间同你都不得分享哈。哦，等于讲四年来人家工作个，你都讲么个事来了，你不能。教育啦，吼，爸爸生饭啦，吼，你分享下看。我公对教育也几热心啊。当时个爱读中等学校诶，以上学校哦，真难。因中部个人头先上啊，好程度啊。我今晚唔忙托，唔托。忙咯。忙托啦，吼。诶，我每下都台中工业啊。哦，台中工业。诶，今晚台中工业是。幸福了嘛，要忙哈。哎，都今晚要是那个幸福了，三季的。哦，今晚要改季的。改季。你本时代台中工业有民国27年
创办的，民国57年。俺当时工业化以前，台北、台中、高雄，每下各府边的增加建筑工业。咁啊，唔像前面那个台中主力工业化。我今晚就讲，你不知道台中主力工业化。五年级啦。哎，啊，本身要土位，本身要衣服艰难啦，真的。哎，将国府个人啊，又是靠，哟，靠用就旅游多啊，无爱无土多。啊，无遐个地方哦，伊对遐个消防搞搞材料。全部我都搞出来，那个哎呀，怪呀。你不靠都靠唔到的啦，哎，不靠都靠唔到的。俺先毕业回来就干了，啊，就有个职务啊，没事嘛，就民产家全部用。哦，给全部用了。哎，毕业三级毕业，三级做三级毕业。哎，啊，这干嘛太麻烦了？因为太麻烦，工作搞毕业，义务卡我带，哎，少了点，对吧？哎，相反啊，像，哎，神州的江，江州菜，哎，哎，列个本样的啦，是吧？哎，列个本样的啦，列个本样的啦。哦，啊，人是江州干，这个就闽江的炒掉，江州卤。哦，两个冇话清楚。哦，哎哎哎哎，你这没生的，你阿妈的本样的江家。哦，上一套好叫咩？系啦，每一套就计，你不要晒翻嚟。你上系三期啊？嗯，过了要阿东建做啦，阿东建下系三期啊。第一要做个哈？哎，第一都投资不过，哎，根本就三期啊。嗯，功夫了，你本知道有5年级。嗯，按功夫了以后，你有多个问题啦？哦，初级部3年，高级部三期啊。啊！你除了教育个嘛，安尼啊，个因都太嘛不，等一部许多出些了，还是等然后读书，啊！你中间啊，包括个教提供教育啦，吼，也先发想啦，吼，也个宗教方面有把个出点过去上去了啊，非常是对太嘛富饶，对因个人然后真多出点因的重要的事。可能读书的时候，都用日本人来写文章啦，还日本老师啊，日本宣传教育的吼，有乜嘅？环境太环境唔重要，日本人的教育方式就很严。按古开始猜，开始猜哦，跟日本人哦，嘅有讲，你就会不做。按开虽然对台湾人。有差别来讲吼，有嘛讲，可有陋习无？有陋习，有认真，有那话诶吼，方法唔一样。因为无照顾是怎吼？无照顾，别讲噶，虽然讲，因为讲美女天然，哦，其美因为我哋个人嘅陋习，又其咩无栽培诶样，其只嘛无栽培。按照日本时代，嗯，成功嘅时候，你话成功嘅时候。太难不过，你学个，当时要读中等学校以上系，就冇咁简单啦。亚共对教育重要性，所以亚伯嘅太行嘅上届嚟做下科研工作做嘅，你嚟。你嗰度做下。嗯。嘅太行嘅嘅前线，每下要强强话学校做教授，啊每下退嘢退咗去中教嘛。哦，去日本，去日本读书了，真多。诶，日本的教育太好，东京教育。啊，你都没有转来台湾啦？功夫了以后，第二年转来台湾。哦。台湾初期的时候，六中中学学校教务的，啊，每下万一的升中啊，升中，诶，你学校教的，啊，第二年又去日本的固定务的学校。毕业了以后，功夫转来台湾做。当时的台南工学院啊，工学院，
入门的成大，成功大学，哦，成功大学，我讲啊，非常诶，高好嘅。即系一般时代吼，台湾嘅大学固定教育吼，佮那大学佮那台湾大学，咁啊，我帝国，哦，帝国大学，诶，台北帝国大学。嗯，我哋慢慢嘅。即系讲嘅帝国哦，从朝鲜嘅是朝鲜大学吼，冇讲嘅帝国。我伊莫卡西瓜啦，从阮日本人学来，包括日本人嘞，啊是台湾。你这个太好哦，有相当算嘞，相当充实啊。哦。有这个太好，台北这个太好。哦，有台北个。安国诶，做日本诶救助，救助嘛有这个太好，救助这个太好。啊，就个东京啊，个日本东京这个太好。日本个那东京这个太好。又加兩隻鐵棍啦，等於講啊，即係我朝鮮都冇咗，翻翻鐵棍。奇怪，我啱啱唔知，我啱每年講，因為朝鮮做啊冇加，冇加嘅鐵棍，又幾問題啊？啊，偏偏啊，你日本知道哦，日本對朝鮮哦，佢冇。他冇朝鮮啊！誒，俾日本朝鮮人放抗嘅解開係嘛？朝鮮人放抗啊！放抗其實放抗啊，很厲害。哦，啊對朝鮮人哦，也那邊光嘅人，可能放抗冇幾啲，台灣人可能放抗冇幾啲。早期也抗議啦，一年都每下也可能一塊嚟買嚟放棄。以前戰爭輸了以後，日本我來。接收台灣的時候，因台灣有冇乜嘢抗效果啦？冇幾啲啦，冇幾啲，嚇！當時你話古政府嘅古建業，帶佢你啊，奧地啊，奧地，你軍都講定了啦，嚇！唔係佢帶一半牛來上來啊！哦，我佢帶咗，係啊，所以佢咪又都是，所以你會知道，日本軍多。奥地，奥地哈，奥地，等于去到台北，冇嘛个战，冇嘛个发生战争。冇人抗战，冇人抗战。所以古哈，古家见面就好。古家见面个就安尼，就安尼。啊，你系呢套人本身就做到，两个用掉。哈，是讲当时即系讲诶。抗日人員可能是冇被欺騙，可能冇被錯，冇什麼都冇騙，啊，可能就即講裝舅父夾瓜等於要做材料，啊，你這個順義人員點樣可能會得多錢多，冇錯啊，有啊，啊，抵抗點樣嘅有可能有多抗日時代啦，抗日神社，哦，抗日神社有拜日本天皇，當時唔是天皇啊。你阿叔个老弟啊，我喏，其他是南京天王啊，没，北方厂，其他台湾农民啊，有给干一些啥？北方厂，北方厂工，啊，北方厂工，北方厂工啦，哈，只有干一些呗，坚持。啊，干邑神社有拜祭啊！哦，对不起，神社是佛寺，佛寺家的，有佛寺的北拜堂哎。哦，北拜堂叫。啊，日本时代太好，建堂啊，那你还讲台湾太好，台湾太好，台湾的台北地位太好。啊，古典佛教的呢，两位主要有每下的台南古典供养法。佢台中嘅古典農民學校，哦，農民學校，誒，日本嘅種田學校，係嘛？種田學校，種田學校，誒。啊，頭排嘅做呢回是阿楊山，係阿楊山，佢係佢做台中古典農民學校，是中農家爸，係，佢做台中農家啊，哦，佢仲係聽到同佢副車。我只挨台中土嘅事，我带虎爷，其实带虎爷。哦。啊，从喺乡里富车，拖到台中。啊，乡爷。冇咯，几多农，几多古代农民学校。咩关农教嘅事啊？古代学校边系嘅吉多。吉太啦，嗬，边吉太？吉多三期。吉多三期。差唔多三期。
伊都好点诶，闽江都头种个红腰包咧，红腰，伊啥都好得好，伊都太好了，伊都太好了，伊都包装啊。改制，太好了。干嘛改制的？慢讲，改制服啊。干嘛弄好件啊？干嘛？哎，弄好件。啊，干嘛？你是都啊都高高个呀？啊，其实都比较高。你都头种弄好件。错。哎，经常过的。干嘛呢？是啊，我哋种下。错，种下料就种下个，哈，挨无效的，我们做乜嘅？用挨毒肥片，今晚要毒肥片。哦，俺特别讲肥片哈，没用，没用，冇用，冇起效用。你那做啊，算差不大啊，还用啥个大啊？俺弟啊，一边要来天年第三年，你冇错呀。哦，心里是冇嘞，要不嘞？哦，今年表示冇错嘞，两三年是冇错。他们三年都用，加啊是中用，所以会白交个年年有，因为也没有照顾给老婆，所以这年他冇安住，照顾个冇安住多。给老婆干嘛？已经心里冇好了，都是自己不变嘞，好多。都变样子的，哎，都变样子，聊变的了哈，聊变的。哎，同样了以后，中国某一多年、某一几万，也就两三年就，你这回，他们要见面，干部就该，哎，一个老师了没有？没有，他中年老爱见面呀。见面哦，哎，我记得没有见面过，见面过干部进入这部阿祖母家的。江咩係兩百萬一包？哦，我冇乜印象。兩百萬係台中人民國公會嘅嘅理事長。哦，啊，那個公會理事長，他們呢，非常太極嘅人，將佢發到做。哦，咁唔簡單咯。嗯嗯，在呢個方面就。哦，啊，是要是按年的台中高工毕业了后，啊，干嘛是要做是东西高工教授的啊？干嘛？我台中高工毕业了以后，我天利公司。哦，生意天利公司。天利公司，按天利公司做个木下高管一条个。木下。哟。个水坝个。水坝。嗯。哟，冇个。五下哥噶，他们上去工作。万泰啦，万泰。当时我们万泰有做过的呀。啊，万泰是谁做？我万泰你不晓得做。我是做的。哦，年做干嘛是万泰？我做干嘛？我一干嘛有万泰。哦。你啊，万泰没见对面看见的。哦。啊，万泰有办事，三行对面三行办牌。你都给好穿的好地方，你那点的辛苦是吧？啊，我那做好了做饭菜，哎，有。啊，没样哎，过万里，什么辛苦？哦，有什么辛苦？哎，你从罗志斌有空啊？罗志斌啊？哎，我中间啦，我苗个中间啦。啊，到厦门嘛有空啊？没。厦门辛苦。厦门辛苦，我有机关处，也有台办处。哦。我们自己要上不去，哎，错。嗯，了以后，当时的告状没去，我讲我将来动工啦。我讲我冇告诉自己，我讲动工。啊，该过进修啦。过进修。啊，每项啊是时代进修。啊，了以后。哎，四大同进太行，进太行嘛，就是进修哈。俺当时就想讲啊，差不多来玩个事业界哈，工厂界。如果我爸身体不好，你们想创业的，干嘛想？我爸身体不好呢，没有六十岁，五十九岁。这么漂亮！啊，就是他那啊，这某叫三百年爸爸的，俺没跟俺爸，跟俺爸。俺爸爸从那去，啊，新八个料嘛。哦，看菜。
一走呢。哦，不是叫，不是叫这一模出来的。哟，暂停吧哈，哎，暂停，暂停吧了。暂停吧，你从车子叫去也是两百。从阿爸的都几多块，从阿爸的都几好。暂停从阿爸。俺阿爸有四代工，阿是阿皮新家，阿新伯家，点餐。哈哈哈哈哈。从阿，那个干部多不多哈？上市装高级多哎。从阿爸啦，从阿爸啦，从阿开始，从阿干部报纸台门就是阿皮新家。摩托十一点好几摩托卡。他不行，木板工作了啊，这木板工作。他不木板工作啊？哎呀，木板工作啊，这。他不，哎呀，他等下他不读书还是啊？嗯。木天赋啊！俺读书该上去没木天赋了。哦，读书该木天赋。林正福。林正福，唔怕得买。唔怕得买鱼咯。买得点啊？俺就睇阿龙。啊。用厨房炒，哎，炒，哎，这个没有厨房，啊，不厨房的啊。啊，有太虚了还是哦，这不太虚掉还是，啊，听着啊，厨房，厨房煮的，厨房煮啊，煮出来带上来啊，不要回堆，啊，越行越好，好，细细皮细皮啊，啊，啊，人家人家发福啊，哎，哦，那么读书些也是。啊，咁啊，你环境啊，你做过安工啊，头先都环境真唔好，非常时嘅时候，啊，环境真，挨低风暴，仲好低风暴，不冇落，不冇国点样调反潮，啊冇冇怕，今晚你要用调反潮啊？系啊，今晚你要怕。不过，你要来带动条反船，比船还贵哦。我看咯，嘿啦，冇唔错啦。咁啊，反船唔免讲，你咪反船哦，冇供养哦。个只是七多都红烧梅啦。哦，阿你难啲啊，一下就七多。哦，嘿呀，你唔知啦，唔算系讲紧。况且都冇有种红烧梅咧。哦，啱啱呀。啊，啱啱啦。一计样嚟啦。啊，熟还是脆脆？嘿，熟，啱啱脆脆。啊，寒天的时候，哎，在，大白些，俺姑就是要那些。干嘛生发时代？生发太过，所以这个竞争哦，今后避免，避免。我真好，两年前，明明生发就同阿修交往了。是冇好啦，带冇安啦，因为非常的当年，你连样呀？哦。这边个飞行机还在西沙条飞过来，人家没有中风来。都民国33年初开始，你连假啊，还停了？停了，哎，飞行机从大部分对头过山来的。哦，对，哎，头过山不要。这航空母舰过来飞行机啊？没，大部分啊，从对日本哦，哎，对日本的沖縄来的。啊！咁樣你邊個話？咁本邊個年隻嚟咧？誒，黑曼椒每下嘅點嘅，每下只每下嘅點。應該做幾次安尼飛咯？得夠吧？誒，我只想看咧，真像大部分航空母艦飛來飛去啦。硫磺岛遇雪战是在33年，哎，33年，哦，33年将硫磺岛遇雪战结束在前年，哎，34年结束，哎，结束了，33年硫磺岛遇雪战，哎，巧巧巧，哎，硫磺岛是干嘛？那硫磺31年就开始空，对对对，又开始来空气了，俺得第二个是有33年没都。哎，三十年哈，都34年初，搿么好搞，中央冇读书个呀？我听台高山搿不安尼咯？对，可能台高山飞过来啊。嗯。安尼有可能对，你会对菲律宾方面南方飞过来。哎，还是台宁过后，台宁不过山那里过嘛？不会上过来，这就这是在他们太平洋，哎，东部刚过来，对，还真可能。
啊，他们不干，蛮清奇的，安尼，迄牛群，两只个牛群的数，他嘛不来清。当时的他那不，是讲你是要装好毛人咁带啦，装好毛人带呢？我装下面。哟，好些。美国不要看到人建设呀。伊每空伊买多少只？对，军用军事用地，军事用地。其他比可能唔多些，可能唔见些啊。哦。嗯，装潢水道量自己比大市量计相当。哦，咁样好。中安的朋友。安哥阿秋，阿秋有，阿秋中爱李李李阿木啊。李阿木，加洛铁，加洛铁啊。加洛铁。佮两个有较容易较多啊，所以，我们太平都说啊，你看他们不出去都安安大大的吼，就太平都说啊，可能惊他们吼，啊你啊你，佮王阿都都是当你学生，佮伊袂骗你啊，错，啊你今晚唔读书，今晚上高中课咧吼，今晚高中课，看无多量，无做无空隙较少咧，后摆到读书修了一下，我说：“哎呦，我讲，我干嘛？我这到国庙个六年生就开始看嘛，树个虫来了。树虫，哦，开始六年的改完了。草虫，对呀，同时啊，小蚂蚁，我在我见个小蚂蚁，吃虫来了。所以你不你啊，今年来做做小小年。我这到六年生，国庙个六年生，又我干唔几年做工兵啦，工兵一样啊。”在工厂啊，军用工厂做工作的啊，伊做红油加个伊啊，少年兵嘛，少年工啊，他们名称叫做海中工人，工人啊，工人，海中工人，嗯，按他那个时候有带，做五年就等于下士。武长，日记时代叫做武长。哦，武将。一般是都系武将军大人了，是几强将，出门几强将，做马戏。做闯闯江皮的。系啊，马戏。哈哈哈！哎，这做下将以后。哦，武将啊。俺同赵康个李马虎。强将啊。哦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旗头旗头托嘅，旗头海军工人啊，旗头托去。伊日本呢，有个资格做海军工人。海军工人意思有，即海军嘅工厂哦，做学校嘅。一边读书一边做学。一边读书一边五年，你做五年，当时有教诶，教你五年。哦。五年有升到。哈士啊！根本是修管在位。啊，俺就玩游戏啊，经济检查。游戏啊！俺游戏啊！俺比大牌啦！啊，比大牌的好很多。哈哈哈！嘿，怎么比大牌？日本时代吼，流行的面食啊，马拉利啊，马拉利啊，有出道哈。哦，大家蛮出道。嘿。只得讲十块有九块出道啦。哦。啊，那面食吼。好了以后咧，我用刘洋宇个笔呀，你讲笔唔记得哈？笔啊，个笔哦，有点硬啊。哦，出过你是不？哎，出过。我以为个笔出过日本来，个中医线啊，伊检查都有得到，得到啊，大概也落咪，就完全就线来呀。我出个片也二比大。哦，所以做做母子工是啥啦？啊，做母子老师工安尼啦。咩？哎，你问这种条件差嘛啦？这个。哎呀，我孙查我终于我又不都不，你帮我孙查打个哦。他把你问说，个牛市你看他用不了。哦。为什么？哦，孙查啦。哎，我真有看见派出所对面个他用啊。哎。问，你不是他来复了哪诺哇？对呀，对呐。哎，搿玩意都用不是你本事来打过啊？连啊，我帮没有，
作业了，我讲还做不进了。作业的时候，来时候，一般时代哦，按不着门市那个室内管了。哎，门市没管啦。室内管啦。电脑门呢，就抓住室内管。啊，我把门都做作业，作业讲封，封起，封起。啊，门来管，管没锁，管来了。啊，这一部分啥比差多了。天气很好了，就富了呀！今个你就种烟，种烟嘛个。俺个。要放两三条筋了哦。哎呀，俺个公公哎，两个星期哦，种烟讲种烟，莫叫嘛，第二寒天放个台，风吹都好几号哦，星期讲农台。哎，你话爸爸会不？好，大了再讲啊。讲嘛中国啊，讲嘛就大，冇法讲。嘛个做做保险就冇好，冇好啦，按老啊，做房地产啊。哎，所以一般损啥不进？所以一条鱼进中进一半鱼啊，我来讲，我冇中进。你大哥了冇中进啊？哎，损啥也比大哥新鲜咯，当然嘛是这个平样，给人家新鲜就不新鲜啦。啊，每下做高涨啊，就话贵啊。嗯。读书还是？对哦，是没听懂呀。你阿妈呢？初三了，哎呦，你跟你对象嘛？弄错了，是洗发球啊，你哦。嗯，你是球，白闹是白闹皮。笑，笑，哈，无下次的要笑，只要不用脸嘞。嗯，大腿，小妹，大腿，哎，浙江哦。浙江。那个西方的，哎，什么？你是用袖子没听懂？哎呀，你来讲，我身上去了啥物？安徽，人家杨公龙先生那本身老师哦，那个就可能两三年就。嗯，我该坐个江头，杨花又骂了。头天看你你话骂是那家吗？你想你骂？我骂还不说头天说骂哈？总总骂嘛？总骂。按讲一般讲咯，太过严肃，对抗，严肃，怎么打？很白用的，用个两个上线。怎么打？怎么打？还两个对面两个啊？白用的，白用的，嗯，上对，两个上对打。啊！哎，你想想啊，俺娘打俺谁的？俺打俺他又跟打跟打，跟打跟打的，打一下不变面咯。哎，屁股去了了就蛮破啊。就打。嗯。啊，老师没问题，继续打。老师继续管呢。等于打。你不晓得，看到两个打神经啊，一个吉奥来拉。哦，吉奥来拉。哎。吴老师带上课的时候，我刚刚就挨六年生的，四年生的，我们看到一部老师，啊，乌鸦啦的，俺大概很久，乌鸦哈啦，乌鸦，啊，哦，你该去了，去去了，那过年，俺今年做完了，继续讲面，正常，正常，哎，正常。啊，好啊，慢慢聊你的。这里有。哎，你们有看过哎？有看过哎？好好。好，做哎继续，做继续。中国一部时代哦，大妈教大妈教育，哎，大妈教育，这个好的结果，哎，真乖，真乖啊，真乖，学生真乖哦。都冇反抗啊！二天嘅冇半反抗，因嚟学咁啲啊，教书上去仲一种水果啊，种荔枝啊、梅啦，你睇嗬，啊，嗰啲就话荔枝要几样嘅，梅嘛种花，先哦，结来就俾佢种啊，种下我，我心唔敢，唔敢走先，唔敢走先啊。有几年啊？嘛唔咁样，唔敢样，我样来不够老师嘛。
真怪。对，特别教育会黏条啦，吼。黏条。哎，这个那无听个啥，就比较吞。所以你买学生吼，呀，还有啥？那可能可以哎，差很多。这个长毛啦，你啊，公头摆对太毛古下去，你来清他的公园，你是来说明啊？那公园都那做布置嘛，哈，布置你弄上透明的，发起来新工个叫个经理嘛。哦，几个嘛，几条公学狗，哦，几条发起啊？太毛公学狗，地方有六界乡嘛，长胖人嘞，六界乡。哦，人家公资业，哎，人家公其中资业。哦，啊，搿事情你要听人家讲讲，啊，他们不好。哎，搭桥好个石标。哎，搿人家公开始做，人家用地哦。开庄搿蛮了，嘿。冇啦，开庄搿蛮冇。搿蛮冇啦，以后会就慢了。石头去铺安尼，太了细了啊了，啊，然后是太了细了，啊，又上来又难。啊，人开单子就买，就买下。错，啊！你讲在仔细之发起，水条巷的上边水条巷下附近，啊！伊人比他们打架，打好个上边讲出了他们不一铺水条巷水条巷铺，啊！你京东街啊是装好人共同啊买钱，啊！不然家是爱好把开乱下，哦，个铺位路面。后面，啊，个石梁来算嘞，特别做风工啊，哈，特别个嘛，特别做风工，个用一本事啦，一本事他做，一本事他呀，那么做风做好多年啦，哦，你还有做过风工？有，头摆每一年在初一，哎，我记每一年初一，哎，我那河西沙角，风湿作业，哦，风湿怎么样？哎，风湿怎么样？嗯。啊！我天年，我噶班天年，天年个蔬菜有该天然个丰收啊！哦，九几天没错啊！九几天啊！哦，几多派？哎，没古天来路大，捏了两副的。哦，当然。芒草啦，青椒啦，把该嗯。哦，啊，几多带？你不年不带呀？没，连庄不带。连庄不带，你高带连庄嘞？哎，该种下连庄。嗯，啊，李庄为啥会看的呢？哦，一般其他木料个叫木啊，公路桥啦，飞机木庄也卖淡。啊，这边都移民几米了，然后附近在往做风工的，哎，要做风工，树桥啦、路啦，哈。哦，像个太古下个木瓜田啦，个木瓜田有嘛？就到青年去做风工，好做哎，好做啦。啊，名都嘛按到布格田，系咩布格田？可以啦，布工布格田，布格更更。出来嘅布格嘅田，按青嘅像青年堂啦，开开好，啊开好咪够做。所以你阿妈唔叫阿人，哎，定系咪当时就名按布格田，系咪讲你开好是本布格而家管理咗？你一天阿妈冇话上车，阿冇得嘛，我安乐博格片吼。个会泰国下个搭安乐博格，嘿，满两头钱夸夸个，个叫青年团给你。对呀，啊是表示叫青年团落去开阔的是啥个？也蛮唔低啦，啊个拍啥东来搞吼？哎，你把头发制作的会挂一个头，青年团都个会搞好。啊，我爸不是的。安排啥的？哦，你本时代也个学生哦，要用要行哦，我今日做些哦，奉公奉公啊，该种布个田啊，种银行开个田啊，该种啊学生开。哦，学生会开个田，哎，我就安尼啊。哎，奉公都冇钱了，点了，因为这种点。冇做你话系学生安一排，是都唔公用啊！听得懂吗？阿爸唔敢，以前敢要听人讲，当时有年纪，在东北街满酒馆，满酒馆嘛。有啊，俺当时有年纪啊。东西个些，个些。东西大部分以海南多听到，以海南嘛。哎，海南多。啊，以海南个时做白个些。今晚要种现在。
日本人讲拢以难治变，讲态度。啊，都安尼，就从他算做做军夫了，嘿。嘿，错。啊，安遐干很地球面，伊满洲国遐很差的嘛。满洲国每下局头遐，总啊转的啊。啊转来，啊遐安东西干有面很差的。太我冇清楚呢，太在满洲，满洲连满的东北。哈。太连满很有毛问题。啊，不过去南洋冇转的很久啦，有冇转？因从经常个九年发家，个米买。九年发来哈。你嘛九发的，九年不该是九年发的。哎，冇。有些家。错。哎，家太好了。啊，刘立清。刘立清家，他有了刘立旺。没刘立旺。刘立旺家婆。刘立年呐。哎，咩？我都刘立明，日本人我都刘立明，要拜刘立旺落来，太好了，要刘立前，今年要刘立旺，俺家第三位要刘立明，不落也要刘立东，但刘立明就功夫派的那么样嘛，没有失败啦，真是啊。哎，同阿爸同阿姨，哎，你爸妈经常就好难懂，也没有难懂，打包路。哦，我那边在连蛮来，经常到澳洲跟伊在新几内亚那边。南太平洋，南太平洋个岛。因为日本时代，第一次世界太艰难了。老弟，你嘞，你好，小弟们你好。所以我爸有三界，装我爸三界衣。阿公伊海南岛南方诶，安装伊种。刘正才。刘正才嘛，啊，其实我做几十班嘛有。几十班。嗯。几十班嘛有海。嘛有疫苗嘛，上海有疫苗嘛有过。有疫苗伊属于像军医疗。军内军军医疗处诶。医疗处诶，伊嘛就。咁啊，伊都用过伊南药。可能要较多，哎，啊，种个八个七的个些，种个两三个。因为老毛路个吼，老毛路个个些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个老个马里亚纳群岛啦吼，马里亚嘿，啊马绍尔群岛啦吼，有三个群岛吼，被日本夺过。嗯。所以日本哦，有经营个三个群岛，发展嘞，太平洋战争那是。伊利用个三脉穷多个资源，嗯。你下个参考一下。哎。你台湾有几个二百四间个吧？啊，你台湾个几个二百四间？有。有哦，有那个。哎，二百四间个是哦，还学生啦。哦。学生啊，派来伊，我了解伊，接收个技术。当时的工作，工作，技术，技术啦，技术，技术了，叫做。像在燕京覆盖的工作盖的。安尼来，跟日本的海航军的制度哦，同你讲小工重要。跟日本有五洲三滩呐。嗯。啊，安尼蛮有很多二十几年在嘛，啊，跟日本时代有。台北州、新竹州、台中州、台南州、高雄州、五州，按三台有台东台、台中发电厂、澎湖三台。啊，你接收？我接收个嘛，个五州落来吼，有了桥呐，东西桥、南国桥，像个南头街，我是南国桥。诶，当时诶，东西桥，诶，东西桥，光复了以后改做起，东西起，管四件事，诶，四项件啊，扶贫、新车、浙江东西四项件，啊，起初了蛮来，分局个所在，一个建立来，按我六届学生派接收起初啊，接收了东西起到个。俺接收个头面呢，像上个流水线啊，哎，流水线的啊，流水线，像上啊，乡亲啊，
刘水生的后生在台中的，是在伫在台中食，俺当时的起长有赖文斌，赖文斌起长，俺这起长啊以前有交往啊六届，俺爱认识。欣赏是无运动，无运动，啊，怎么不作戏？那个不运动，那就开刀，啥不是？哎，应该有没作戏？关几多月了？关修六月。个刘水生，他就无讲要参加啊，无人别讲出来讲，你咪要。哎，伢子伢要刘少咧，要不要？去按田庄人啦，无讲到啦，一讲到了，结果算。去到位的时候，我同那个观众出来时候，搬了嘛个呢，孙茶个就会来，这样嘛。去到谈用了，我当冲，当冲又冲母子谈，母子谈，哈哈哈哈哈，俺就分嘛，俺都该有管理的地方政策个啦。按照当时的带出的有，干嘛？阿弟家个会带个乌油土，乌油土哈。你可能冇买起。那阿弟讲带。刘兄你讲带。刘兄你个带乌油土。哦，个乌油土，阿弟一直听我乌油土就系讲带。嘿。阿弟夫带个。带太难不去，会吵架，上个星期过来。哦。我都要发个。一条便宜，一条加富裕，哎，我哋还有印象哎。啊，今天爱昆明，国强啊，儿童，哦，儿童昆明到系国强啊，嗯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所以我小时候都未有咩熟悉啊，又打唔知哦，以后是，我天热咯，我天热，基本咧烧炉炭啦，炖汤啦，冰冻咩系留着。对不对？我有的，俺哥坚持过回来哦，就不走呀。嗯，好啊，差不多收点了。你要是讲到2084改我的，还是讲啊，过去还真多，有时间也过来投。好啦好啦，好啊。嘿，我咧预约好了，先讲个先。哦。我看你咪看到你过去的教育，好改改我。哦。哎，落来了。哦，唔会啦，还有一栋。还有时间啦，一栋时间蛮蛮多的，都去就拜拜，啊，就包括太阳宫的重建啦，或者干嘛，唔知道转转进度啊，就系话。太阳宫的哦，一重建个时间，个平桥个预谋啊。有系啊，是讲系啊，比较长嗰种年纪啊。哦，比较系啊，比较难重建，个太阳宫重建啦，吼，今晚唔到当辅助会嘛，吼。系，今晚系，今晚。咁啊冇忙哦，忙啊忙都要，忙都要啊，啊是用几多专业嘅指导啦。咁啊算建筑嘅专业嘅。咁啊要咪阿福阿廖天意要。想做顾问啊，要。要上来，当时用天摩人啊，天摩人拎得先话，我嗌阿文都要哦，系金摩环哦，钢山钢铁啊，要钢铁，我把木材啊，要钢山要柴要山王要铁。要爱做生意，生意大。那种啥手头都还做啊，做表卖。哎呀，还做表卖，天理呐。哎呀，这怎么手头都还就打招呼啊？哎呀，哎，两个又是讲好多人。啊，几多时间了？过搞完了。哦。有没有时间管理？还是那阵以后，还有那阵非常不对焦，过焦没时间人家吧。有时间就请了哦，过。嘿嘿嘿嘿。要像过去小白问题啊，办接触的问徐老师，啊徐老师讲话个相当多，我说啊无问题，无得比几个给我给不晓得，还不晓得。都是哦，识字。识字嘛。那边就见光，你就会上。你不见上都头白诶，多久不见？啊，无人讲。包括人家真多，过去的文献都忙你拿出来咩？一报啊，真多报，忙拿出来。啊，我喊你讲啦，见笑。啊。太行宫的工资干嘛嘛？总哈有徐老师在。做工资干嘛？你涨退休啊？工资干嘛？做干嘛？还蛮退休啊？做工资啊？
今年的资料，唔系质量嘅天朝啊，咩质量计啊？啊，咁你只下公司都冇有五组，哪话硬系做做得鬼爱灰啊？你，好，质量咩进步？咩啦？个个门市，要换要换啊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